Hey, 大家好，我是 Joanna。我们在 Kelowna 最好的社区之一 Lower Mission 为大家介绍一个刚刚开盘的公寓和联排屋的楼花项目 Greenvert。那在2021年5月31号之前购买的话呢，可以省3年的物业管理费。那这个项目呢，不仅适合第一次购房者、自住者、退休者，也特别适合投资出租的人。那这个位置呢，可以说非常的好。我们往西边走5分钟就是奥克纳根湖沙滩，往北边走10分钟就是奥克纳根 College 学院和 KSS 高中。那我们今天呢，就去看一下这个楼花。那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 Greenvert 的下面这一期楼盘，它的后面呢是之前几期。它是位于一个特别安静的街道内，旁边呢这里是一个大的 Open Park， 那边的话呢是小学 Casarso Elementary， 所以孩子上学的话非常方便。那么 Green Square Vert 的开发商是非常有经验的 Troca 公司，他们在 Kelowna 开发了特别多的项目了。这个呢是他们的一个 Final Phase， 这个小区的最后一期。那这里呢是他们之前开发的联排屋，结构合理，而且周边绿化很不错。这边的话呢是单纯的 attached townhome， 左手边呢下面两层是联排屋，上面是公寓，然后有 shared garage， 价格也相对低廉一些。这个楼盘是现在 Lower Mission 价格最低的楼盘，所以性价比是很高，出租回报率也不错。联排屋有很漂亮的露台，可以在室外烧烤。Engineer hardwood floor, super nice. 这边是一个天然气的炉灶，然后一个外排的抽油烟机。上的第一个房间，楼上的第二个房间，楼上是地毯，a full bathroom。再往里面走是他的主卧，所以楼上有3个房间。